接着继续做我们第三期的一个卡游的火影忍者的一个开箱。前几期开了我也不知道算好不好，因为这个也是刚刚开嘛。然后接着看哦，我们的那个次郎房，次郎房就是被我们叠化后的我们丁次干掉了。结果是刚子铁，其实就是两位中人嘛，他们经常有那个武器进行攻击的，所以其实也是属于出场人物还算可以的，不算特别路人甲。接着就勘九郎，下忍时候勘九郎，然后是跟那个被我们的那个谁干掉了嘛，对吧？所以还是这个勘九郎。接着就是我们的日向宁次，日向雏田啊，这是我们的大雏田小兽，大雏田小兽哦，对，他是被蝎马赤沙之蝎干掉的。接着就是那个达鲁伊啊，其实还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，雷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贴身护卫吧。然后跟金角银角大战的时候也是发挥了自己很大的一个作用，然后牵制住了那时候的那个白绝大军。然后是当时的鹿丸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漩涡鸣人，小时候的漩涡鸣人啊，这是属于他的卡号，这里是他的卡号啊，是02。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静音，很可爱，他经常抱了一只猪。然后是那个应该属于五代火影纲手啊，五代火影纲手的一个御用的一个相当于陪伴吧。然后这是我们奥柱子，盼人说奥柱子。接着就是这张二卡，这是闪的，也是个钢子铁，它是闪的。然后接着我们开下一包啊，好，然后开下一包，不知道我们感觉如何？这个一元包开起来好像也是很爽的。哎，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吃拉面时候的鸣人啊，这个伊乐拉面很好吃，好，接着就是手举，哇，中忍时候的大雏田，好可爱。哎，雏田小妹妹。接着就是鹿丸，哎，这一张是闪卡加不闪卡的鹿丸，所以每一张呢，它应该都会给你出一张闪吧。哎，然后我接着这就是把这个拿出来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买整包自己开比较爽啊，或者大家可以另外一种开法，就是说自己到老板娘里一张张开到基本上一盒大概有几张 SR 的知道之后就不开，当然不知道老板娘这里给你干不干。哇，这个时候的小樱还是很妩媚的，虽然很有可能大家就说关掉，跳过小樱。接着就是我们鸣人哦，当时的鸣人，这是01号，当时还是比较稚嫩的鸣人。接着这个就是长大的跟自然也修行时候鸣人，已经有点长大了，手举小姐姐。接着是一张 SR 的山中锋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山中家主，不是不能打，只是那个井野不能打。这其实他在那个就是团藏保护战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就是为了拖剧情，其实说直白也是为了拖剧情，结果被干掉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托斯啊，天，然后这个是小樱之前也介绍过了小樱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哪路托，哇，小樱的 S 啊，哇，他的体术叫樱花冲，当然他后面跟纲手学了怪力之化，那一个可是厉害了，对吧？然后经常家里一生气就要拆家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这个我个人其实也不是特别喜欢小樱啊，因为他对鸣人这个样子，我还是为鸣人愤愤不平。接着就是勘九郎，然后奈良鹿丸，然后是鬼灯水月全种鸭，哎，这个有一张又是一张闪的二卡的一个手具，当然这一包估计就开了有点不好。然后一元钱一包啊，大家想，如果是一元包的话，它里面有五张，一元包的五张，也就是两毛钱一张，哇，开了一张超好的，哎 ，UR 卡的我爱罗，哇，这张我爱罗好帅啊，沙漠大藏，我爱罗好帅啊。我爱罗就是爱自己的修罗，一为守鹤，我爱罗爱自己的修罗。然后接着就是宇智波佐助，然后就是哪路涛，然后雏田大小姐，接着就是次郎房。哎，这一包好像开的不错，竟然能开到一张 UR 卡，好像在里面属于超级好的卡，所以捡这个要小心啊，有一些小朋友避一下就把卡都捡掉了，所以还是要沿着上方捡。哎，不知道下一个是怎样啊？
好，接着就是我们的那个香菱小姐姐，香菱小姐姐，然后接着是山中景野，然后是伊鲁卡老师，伊鲁卡老师，然后李洛克，哇，接着一张也是 SSR 卡，哇，我们好，迪达拉，迪达拉，智商不高，智商肯定是不高的，追求他的艺术啊，我的艺术就是爆炸爆炸，所以哎呀，这个其实他以为他要跟佐助给自爆掉了，哪想到佐助活了，对吧？所以当然他看到图鹰老爷子怕还是挺怕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着就是有奶，就是有女智奶，有女智奶，就是那鬼童丸，那鬼童丸跟那一个就是，当时那个就是叫那一个，日向，哎呀，我一下子这个名字，哎呀，现在这个真是叫不起来了哦。日向宁次打的那一仗啊，那一个可刺激，那一个可刺激。接着就是我爱罗，我爱罗，小樱，小樱，还有一张景野，我们的景野的一个二卡。接着我们今天开最后一包吧，这个一元包的最后一包。哎，这个开照好像还是很有意思，越开越上瘾，越开越上瘾，恨不得就是把所有卡都买完，对吧？好，接着就是我们的丁次，丁次，然后宇智波佐助，蛤蟆龙，然后香菱，哇，哎，这张还是不错，鸣人的，哎，鸣人的一张二卡，二级的闪卡，这一张其实就开了比较普通了。然后今天视频就拍到这，所以今天这张还是拍的不错的。开到一张我爱罗的这一张，哇，UR卡，UR卡，那是超级开心的。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，再见。